to see through the illusion. Details matter. Emily used to let nothing come between her and her beloved NBA Finals. Emily. No, thank you. Real-time highlights catch her up. She used to be on TV schedule, now it's on hers. This is the happiest Emily's ever been. I'm always this happy.今天我们欢迎 CC Low， 我认识你很久了，有没有十几年了？有了哈，不到十年。这样说哈，其实我在没见到你之前，我已经认识你了。我来美国之前就认识你了。你来了美国多久？我来美国十年，刚好十年。新移民了？是，我算是新十年嘛，还不算太久。但有意思的是这样哈，我来之前就已经都准备好了要来的时候哈，我就在 YouTube 上看很多关于洛杉矶的 video， 翻有看到迷失洛杉矶，对，我就把它整个都看完了，因为它就是在当地拍的，而且你在里面，对对对，所以我对你的那个角色特别印象特别深。我是2014年才来，所以我大概是2014年之前，上半年看那个片子，13、14年之前的。后来我们不是在帮那个朋友搞那个晚会，后来就有认识你，见到你，然后我就跟你说，我说我看过你的《迷失洛杉矶》。后来我怎么了解你更多的呢？是那个 Asian Parents。哦，对，那个 Fung's Brothers， 人家有时候碰到我的时候啊 ，Mrs. Fung， 我说我是演他们的妈妈。对对对，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想的点子呢，就是好像坐下来，那个妈妈会管我什么东西哦，想到哪里，对，然后我们 就大家商量商量，这个题目，好好好，来就这样子，我们一天两天拍一集，很快的，没有剧本，没有 script， 也没有台词，我们自己发挥，也没有什么去排练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商量嘛。对对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们都有这个生活的体验，就是他真实的妈妈可能也是这样，或者他看到朋友的妈妈也是这样，然后你也是对，也移民过来也是有孩子这样的过程，对 对, 对，所以就因为他们父母不住在洛杉矶，哦，所以住在另外外州，而且他们父母也不喜欢搞这些嘛，所以你很有那种喜剧的那个感觉，很好玩了。对，我们想起什么，想到一个点子就是那个，对，比如说收集塑料袋，对对，不用那个洗碗机，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多好笑的故事，对，但是呢，你就想想，哦，我走这边走弯过去，哎，就好笑了。因为目的就是给大家笑，而且呢，就是给尤其给我们东方人，不只是给我们中国人看。对，Asian。对，有些土生的，因为他的妈妈、爸爸或者是移民、新移民来嘛，然后就觉得哎，真的很贴心了，哎呀，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子，我的儿子女儿就是这样子的，对，所以蛮好玩的。对那你看我跟 CC 这么有趣的这种认识啊，所以我们都没有先介绍你，就直接先聊我们怎么认识，然后通过这两个印象特别深，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让你自己来简单介绍一下，可以吗？你是讲到我的演艺方面的，到了，对，主要，对，就讲这个好了，不然的话，那个我都年龄都蛮大了，如果要讲的话，这也太长了，讲不完。而且就是光是作为演员的话，你的那个 credit 也是很多很多，也是讲不完。我们挑一些重点来讲，还可以吧？因为呢，我觉得那个演员呢，大部分是天生的，因为小孩子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我很小，我生在上海，我是上海人，我父母都是上海人。哦，我一直以为你是广东。因为怎么样呢？我解释给你听。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去了香港了。嗯，从上海去香港。在香港就念那个 preschool 了，幼儿园，然后就是一直念到初中，所以我的中文。不是这么棒的。嗯，广东话。上海话我可以。你会说吗？当然了，对。哦，就你这普通话也是学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好，你的普通话。还可以啦。因为去香港，我那个时候这么小的时候没有说是教你讲国语，那个时候普通话我们讲国语也是普通话这样子。所以都是讲广东话。广东话呢还有呢。嗯，我们在有一个就是外语呢，就是学英语啊，对对，香港人英文都不错。然后中学，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另外一个国家了，去了冲绳岛。我那时候呢，就跟着父母呢，就搬到那边去，所以我的中学呢，就是好像来美国一样。我的中学就是念美国那些。就是驻兵的那个子女的学校，就像美国学校，就是好像我的人，就是好像住在美国一样。啊，明白了。啊，虽然你是在冲绳，但是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因为美国的就是学校的大巴也到我们家里来接我们去，进去那个美国的驻兵的那个地区学校，他们学校就在不同完全不同的地方的那个地区，所以没有机会学日文。我希望那时候可以学日文，所以鼻子就是我在那边就是好像在美国一样，因为朋友都是小美国人。然后住了多少年？念完中学，在香港的时候，学校有什么表演啦、啊？哎，就抓那个就抓了出来，我们就表演了。然后冲绳岛，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话剧叫做《August of Tea House》，里面就是说美国的军人到了日本，我也在那边就演了一个舞台剧了，就是学校的舞台剧，所以一直就是喜欢表演，又参加合唱团啦，然后毕了业之后应该立刻来念大学的。那个时候呢，我有三个朋友，就是大家一起毕业，就是中学毕业，立刻我们就成了一个乐队。哦，成了一个乐队。我们就去唱歌啊，就合唱团，还是说就是乐队？就是好像去了那个 nightclub 表演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过了18岁嘛，可以去。那你去 nightclub 没事，冲绳岛的 nightclub 是美国人的，我们不去那些本地人的那边，我们那些人要听日本歌的嘛，然后我们就去叫做那个美国驻兵的 military base 那边的 officers club， 就是因为那些 club 不是小兵不可以去的，一定是对。然后呢，就还有一个 manager， 因为我们虽然超过18岁，但是他们也要小心嘛，就是几点钟送到那个 club， 然后唱完之后就送我们回家嘛。然后那我爸爸就你不要这样子疯的这个样子。然后一年之后就来了美国了。大学是念商科的，但是呢 minor 也去演表演啊，这样子。我有两个小孩嘛，现在大人了，我很早就结婚了，21岁就结婚。就是家庭观念很重。家庭观念很重，所以呢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拍片子啦什么，我就觉得我忽略了我的小孩了，所以我就一直就在家里。但是我有时候也上班，因为我是商科嘛，我从那些大的 corporation 上班呢，也做得蛮不错的。我不是不喜欢做其他的工作，我其他的工作我也蛮喜欢的，但是呢演戏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不应该 give up， 就是一直都想要做这个行业，但是我要看哪一方面
对我有重要，我对家庭观念很重，小孩子我想培养好他们，等到他们都蛮大了，我就好了，不需要我去接接松松啦，又做帮他们做功课啦，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去可能到了高中吧，十多岁打球一回要发奥林啊，反正一大堆的东西啊，你就是因为你比我小，然后就一直就在好莱坞这边就演那些舞台剧啊，西安也是舞台剧。舞台剧，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演员呢，你演过舞台剧的话，你拍电影了，拍电视啊，就比较，当然你不可，因为舞台剧比较夸张嘛，但至少你有舞台剧的经验和这种功底的话，你去演其他的就更容易。是，演舞台剧呢，那个观众，比如你是演喜剧的话，他们鼓掌哈哈哈笑，你就觉得哎，对对，然后因为你拍戏的话，拍戏的话，现在拍一个现场是没有观众，对喜剧的话，他们那些 crew member 笑，忍不住就笑了，但是他不可以出声嘛，甚至有时候你要对着一个空白的一个 camera 来说这个表演，对，或者说是想象里面。对面有什么？对，但是我觉得舞台剧呢是最好的训练。Life， 呀，而且呢，每一场你演出来的话呢，都是不一样。哦，对，每一场都不一样。你台词当然一样啊，你不可以乱换。观众的反应不一样。不一样，而且呢，有时候当然导演，你走那个位置，走到哪里去，你一定不可以乱换。但会有一些细微的，会一些，有些常常甚至是你的那种你的状态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你照样要把整个很一致的统一的演而且要有时候突然之间今天演这场戏我又发现了什么，不是说整个人都变了，就是一点点的东西变就是换一换，就有不同的感觉啊，对，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你就觉得有些百老汇的舞台剧演了1000场，他们也是可以演下去，就是他能在不变当中找到一些变化，然后真的是很妙的那个舞台剧。而且那时候我就我们普通一个星期演差不多4场吧，4-5场。哦，所以那还挺多的。而且呢就至少6个星期。有时候票房好的话。连续6个星期。票房好。有时候差不多再延期6个星期。哦。然后有时候我们去外州了去tour，也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舞台剧没有疫情之前我还是本来是准备演另外一个舞台剧的，后来就因为疫情之后我现在都已经差不多4年，有没有4年，3-4年了，疫情怎么样，所以就现在没有再去想演舞台剧了，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因为现在那个片酬比较忙一点了，而且我们有 understudy， 那些都是union 的嘛 ，equity union，那有几次我要去拍电影啊，还是电视剧的话，另外那个 understudy 立刻要上，就是我离开那几天，他要去演，就是这个麻烦，但是就是。也不太方便，因为人家那个戏院是期待你来演这个角色的嘛，对不对？对呀，所以很难讲，可能有机会呀，我也合适你就会去演。对，但是目前就是电影电视会更多而且更忙，因为我也拍了很多广告了，这十几二十，你看我写了一张纸你看你的我把一些重点我知道的啊，我说一下啊。你看电视剧你有 SWAT，
Criminal Minds ER Grey's Anatomy、哦，这是刚刚上的，就已经上了。Robert Downey Jr. 我那集我好像是五月才上。Sympathizer， yeah， 还有 Interior Chinatown 那个这个还没上，在做 post production，、就今年应该上。嗯嗯 ，Yeah， 对，你看这些都是大的电视剧了，然后电影了。Babylon， 对对对，然后 Ambulance， Constantine， yeah, Constantine， 这个你看这都是很大的明星的大的电影，然后广告是有个麦当劳的吧，对不对？对，麦当劳是在那个 Jack in the Box， 因为你比如是两个都是 fast food 的话，你不可以哦。但我那个两个的时间不同的时不同的时间，那个比如是一个 fast food 的话，你要整个下来了，它再不播，你才可以去接另外一个。Okay, okay, okay, 要不然有冲突。有冲突就不。还有 Panda Express。呀，那个，其实这些我都是你没有说。不同时间啊，完全不同时间。你没有说，我就看到了。然后我有一次看到，我不是有微信发给你，我说我看到你。那个 Panda Express 还蛮有意思，它是一个故事的哈，对对对，是讲他这个创始人的故事嘛。真正是他们两夫妻就是以前那个故事。Southwest Airline， 在 run，另外还有一个应该是银行的，不同的银行常常上广告嘛。我刚才说这些有没有漏掉一些更重要的？但反正就你很多了，你有上百个 credit， 然后我只说了几个我大概知道的，有没有漏掉一些？差不多100部片子了。现在我很期待的是，你知道 Kevin Costner？ 就是那个 Yellowstone 吗？对，现在你上次跟我讲了，我以为你就是拍 Yellowstone 不是吗？不是拍 Yellowstone， 他的自己编自己导自己主演自己制片他编剧同跟另外一个编剧大家合作编然后那个故事呢是讲到美国就是内战就是 Civil War 的时候是1800多年那时候他一编就编四部 movie， 你普通他是 movie 不是 TV 是movie， 你普通的话，你想一般会拍完一个再看反应，对啊，那些一下就编了四那些那些 superhero 那些 movie 也是这样子的，完了才 box office 高的话，你再可以嘛？他不管，那他就一边四部，每一部电影差不多两个多钟头的，讲到那个年代的故事，但是呢，有一大部分是虚构的就当然那种片子呢大部分演员都是白人了那个时候有些很早的那个 American Indian 在美国那些当然一定会有他们了他也不太懂中国人了因为他没有拍过什么需要我们中国演员的戏但是那个年代呢我拍过很多也有电影也有电视剧啦那些片子呢就讲到我们中国人给那些白人整个 Chinatown 给他烧掉又给人家排华那种戏了然后他这个那个戏里面呢就是讲到我们那个家庭就是我同老公家庭很简单但是呢讲到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给人家欺负的我就觉得他有胆子正面的而且是因为他这个故事1800多年之前又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他完全不需要摆我们中国人再进去他就是摆我们一个家庭进去多元化说我们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而且普通我们在 Chinatown 做生意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来需要买我们的东西了做的是不是白人需要我们的货的卖什么货要看那个戏还没有这么快对就你已经拍了两部已经拍了就是两部你都在里面对他请我们演员的时候就是
这种雅思写明，我们是 contract，就是四部电影都是都有的都啊，他的故事都一直写下去。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想到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最早嗯，亚裔就是我们中国人来，然后他会想到我们是会做生意的，好像犹太人这样子会做生意。我现在只是拍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还没拍剧本，都还没看到，我也不想讲太多了。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给人家欺负，但是至少第一、第二部没有给人家欺负的，就是、不是 stereotype 的那个 Chinese，不是不是来打我们，来火烧我们整个 Chinatown 了什么的，就是正面来看我们中国人，我就觉得真的，我觉得他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写我们中国人在他的片子里面，但是他就想到我们，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期待这个这个什么时候会上映啊？它是叫做 Horizon， 然后 Chapter One 是6月28号，今年全美国的电影院上。现在呢 ，Cannes Festival， 它这部戏呢已经在 Cannes Festival， 不是去进比赛，对，它是在首映，首映是他应该会去的，期待他的电影去看。6月28号，全美国的电影院，他的片子就会上。还有两个月。对，还有另外 Chapter Two 呢，是在8月16。哦，就紧挨着这么，就是他根本他的想法不一样啊，一点都没有说是他很有信心啊。对，然后。因为你普通的话，你第一部电影，哎，你要收视率棒，你才上那个，对不对？他不管，他都已经拍好了。Warner Brothers， 他是 studio movie， 然后对不对？是差不多两个月就第二集就上了，然后每一部电影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哦，然后我呢下个月或者六月我就要去拍了，然后拍后面的第三。可能第四部明年才拍，因为你这么大的片子也有差不多一整年了，而且整个戏里面差不多好几十个那些美国蛮出名的那些演员啊。